关君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这里那一只自己不见了，不知道是账号不一样，还是伺服器不一样，气死人啦！反正我不管了啦，官方竟然要这样对待我。因为讲现在很多手游其实它都不会存档你之前伺服器的位置，你们要自己记哦。所以建议是取衣服比较好。啊，对哦，嘴炮太多了，阵脚难。平时可以抽英雄的，云游伴侣，可以跟他双修。叫什么玩？这就是所谓的轩辕阁喽。好了，今天没时间了。聊天室跑去哪里了？